All right, I gotta finish this thing now. Let's go. 他终于完成了他的目标。他终于完成了他的目标。他终于完成了他的目标。Almost achieved the goal. 他终于完成了他的目标。He did. So he at last reached his goal. 他终于完成了他的目标。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I forgot it. 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Why do I always forget this one? 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I'm not familiar with this matter. 当他发现他们还没有学校，他就办了一个。当他发现他们还没有学校，他就办了一个。当他发现他们还没有学校，他就办了一个。So when she found out that there was no school, she started one. 当她发现他们还没有学校，她就办了一个。When she found out they still had no school, she started one. 当她发现他们还没有学校，她就办了一个。哇！她每天都起得晚。她每天都起得晚。她每天都起得晚。He gets up early. No, he wakes up late every day. 她每天都起得晚。他每天都起得晚。用什么方式告诉他呢？用什么方式告诉他呢？用什么方式告诉他呢？How should we tell him? What method? 用什么方式告诉他呢？用什么方式告诉他呢？In what way shall I tell him that? 这是我的自行车。这是我的自行车。这是我的自行车。This is my bicycle。这是我的自行车。这是我的自行车。他在教师家庭中成长。他在教师家庭中成长。他在教师家庭中成长。So he grew up in a teacher's household. 他在教师家庭中成长。他在教师家庭中成长。Jack 买不起新自行车。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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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not afford a new bicycle. Jack 买不起新自行车。Jack 买不起新自行车。你一看到他就要打电话给我。你一看到他就要打电话给我。你 What? He said something different. 你一看到他就要打电话给我。你一看到他就要打电话给我。As soon as you see him, call me immediately or something. 你一看到他就要打电话给我。As soon as you see him, you need to give me a call. 你一看到他就要打电话给我。Why is this? 我们很喜欢他说话的方式。我们很喜欢他说话的方式。I just need to go back to my HSK one level sentences. 我们很喜欢，我们很喜欢他的说话的方式。I don't even know what that means. 我们很喜欢他说话的方式。We like his way of talking very much. 我们很喜欢他说话的方式。他相中了这辆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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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took a liking to this car. 他相中了这辆车。他相中了这辆车。我的精神不太好。我的精神不太好。我的精神不太好。My spirits are not too good. 我的精神不太好。我的精神不太好。你生日的时候，我送你一辆自行车。你生日的时候。我送你一辆自行车。我生日的时候，我送你一辆自行车。So for your birthday, I'm going to give you a bicycle. 你生日的时候，我送你一辆自行车。你生日的时候，我送你一辆自行车。让我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让我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让我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Let me introduce my good friend to you. 让我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让我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他们昨天看电影了。他们昨天看电影了。他们昨天看电影了。They saw a movie yesterday. 他们昨天看电影了。他们昨天看电影了。这些衣服是女儿的。这些衣服是女儿的。这些衣服是女儿的。These clothes are my daughter's. 这些衣服是女儿的。这些衣服是女儿的。老师不可能说过这样的事。老师不可能说过这样的事。老师不可能说过这样的事。The teacher shouldn't have said such a thing. 老师不可能说过这样的事。Cannot have said such a thing.
老师不可能说这样的事。我要回房间了，在那儿我可以学习。我要回房间了，在那儿我可以学习。我要回房间了，在那儿我可以学习。I'm going to my room. I can study there. 我要回房间了，在那儿我可以学习。我要回房间了，在那儿我可以学习。那只狗很可爱。那只狗很可爱。That dog is really cute. 那只狗很可爱。那只狗很可爱。昨天他离开北京去上海了。昨天他离开北京去上海了。昨天他离开北京去上海了。Yesterday he left Beijing and went to Shanghai. 昨天他离开北京去上海了。昨天他离开北京去上海了。该由你来决定我们去不去那儿。该由你来决定我们去不去那儿。该由你来决定我们去不去那儿。You need to decide whether we should go there or not. 该由你来决定我们去不去那儿。该由你来决定我们去不去那儿。好好努力，你就能通过考试。好好努力，你就能通过考试。好好努力，你就能通过考试。Little bit more effort and you'll pass the exam. 好好努力，你就能通过考试。好好努力，你就能通过考试。Wow, what is going on in my brain? 他昨天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他昨天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他昨天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She saw a big tall man yesterday. 他昨天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他昨天看见一个高大的男人。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I don't know anything of the matter or something like that.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I'm not familiar with this matter. 他每天都起得晚。他每天都起得晚。他每天都起得晚。He gets up late every day. 他每天都起得晚。他每天都起得晚。我们很喜欢他说话的方式。我们很喜欢他说话的方式。我们很喜欢他说话的方式。We like the way this guy talks. 我们很喜欢他说话的方式。我们很喜欢他说话的方式。Wow. 他终于完成了他的目标。他终于完成了他的目标。他终于完成了他的目标。He achieved his goal or something. 他终于完成了他的目标。He at last reached his goal. 他终于完成了他的目标。谢谢您的回答。谢谢您的回答。谢谢您的回答。Thank you for returning. 谢谢您的回答。谢谢您的回答。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 他在写报告。他在写报告。他在写报告。He is writing a 报告。Whatever is that? 他在写报告。他在写报告。Is that right? 他在写报告。报告。He's writing a report. 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I'm not familiar with this matter. 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我对这个事情不熟悉。他在教师家庭中成长。他在教师家庭中成长。他在教师家庭中成长。He grew up in a teacher's household. 他在教师家庭中成长。他在教师家庭中成长。Jack 买不起新自行车。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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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not buy a brand. He cannot afford a new bicycle. Jack 买不起新自行车。Jack 买不起新自行车。你一看到他就要打电话给我。你一看到他就要打电话给我。你看到他就要打电话给我。As soon as you see him, call me, give me a call. 你一看到他就要打电话给我。你看 ，what？ 你一看到他就要打电话给我。你一看到他就要打电话给我。他相中了这辆车。他相中了这辆车。
他相中了这辆车。He took a liking to this car. She took a liking. 他相中了这辆车。他相中了这辆车。他在写报告。他在写报告。他在写报告。He is writing a report. 他在写报告。他在写报告。如果我早知道你在这儿的话，我马上就来了。如果我早知道你在这儿的话，我马上就来了。如果我早知道。早知道你在这儿的话，我马上就来了。So if I'd known earlier that you were here, I would have came quicker. 如果我早知道你在这儿的话，我马上就来了。If I'd known sooner that you were here, I would have come at once. 如果我早知道你在这儿的话，我马上就来了。